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妻子昆凌的合照，童心若泯的周董还用了手机滤镜化身小狗狗，十分可爱。配文写道，过12点了，初一第一 PO， 祝大家红的不要不要的。他还不忘给师弟派伟俊打 call， 表演真得很精彩。周杰伦昨晚登上央视春晚演唱告白气球，携手蔡威泽跨界带来魔幻舞台，告白气球舞台光影变化宛如梦幻的童话世界，与小芈月刘楚甜的互动也超萌。一过12点，周董马上晒出与昆凌的合照，新年第一波狗粮收下了。网友调侃，嫂子是不是给杰伦上了美颜？刘海伦超嫩的啊，哈哈哈哈哈。